在复杂电磁环境、特殊地理环境和极端气候条件下，一场场贴近实战的演练突破极限持续上演，一支支新型导弹劲旅在跨区驻训中对抗利剑，执行实弹发射、红蓝对抗、联合演习等任务。天剑系列演习已成为提升火箭军核常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的利剑品牌。我们按照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标准要求，采取实按实训、实兵实动、实扰实抗、实打实平的方式，探索了复杂困难条件下实按化、实战化演训的方法路子，形成和巩固了机动巡逻待战、设伏循序快打、全时随机发射等一批训法战法成果。报告指挥员，东东六号阵地遭敌近战打击，人员装备受损，请求启用备份。迅速启用备份，组织发射。明白。不久前，又一场实战化条件下发射演练在南国密林打响。某导弹旅在人员受伤、装备受损条件下，指挥作战单元采取边快速维修边启用备份，一人多岗减员操作，按时间节点成功发射导弹，检验部队人人能打仗、架架能发射的作战能力。这次发射是在出现零机减员、兵力重组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以最少的耗手打出了最佳精度，圆满地完成了发射任务。这次任务的完成得益于我们这几年开展的全能耗手训练，目前全能耗手已覆盖我营所有发射单元，单元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得到大大提升。突出实战化和对抗性是天剑演训活动的特点，所有参训导弹旅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开展全程对抗性检验性训练，整旅整团实案化训练，使命课题专攻精练，首长机关指挥强化训练。30号报告，作战区内1号公路坍塌，车辆无法通行，立即沿2号路线指挥转进，工程保障组前出抢通。是。演练中，指挥所远程指挥发射分队实战演训，从屡屡对抗到实弹发射，所有参演新型导弹旅的多个发射单元同时进入发射准备，由导演部根据战场需要随机抽点多个发射单元，锤炼全型号连续发射、整旅火力突击、联合火力打击等作战本领。现在的对抗，在过去的个体对抗、架架排斥对抗、隐隐对抗的基础上，在对抗的内容、方式、方法上都得到了拓展。你比方说，在过去隐隐对抗的基础上，基本指挥所和预备指挥所背靠背的对抗，各类保障群的背靠背的对抗，发射分队特勤处置能力、部队行动能力、实战操作能力的对抗，通过这样的对抗，既确保了对抗人员内容的全覆盖，又更加贴近实战，这样呢，大大缩短了战斗力的生成周期，推动了离整体作战能力的快速跃升。目标频率8.8兆赫兹，停辐射，开始实施。随着部队战略能力加速发展，天剑演训不断扩容升级，有导弹专家、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特战破袭等多支精锐力量组成的新型蓝军，逼参演部队不断适应新敌情，锤炼提升心智作战能力。近年来，蓝军部队经过整合重组、结构优化后，依照强敌样子、对手影子、高手路子，不断潜心利剑，根据各型导弹部队职能使命，探索创新几十种新模式、新态势、新科目，结合不同演练任务特点，灵活运用多维侦察监视、全时干扰压制、有效精确打击、机动特战破袭等方式，不断地结合参演部队
出难题、设险局、布困局，为导弹部队模拟构设未来战场最有可能也是最为残酷的紧张局势、复杂环境和恶劣条件，使其在高强度、高密度的演练中查缺补漏，紧固战斗力链条，最大限度地提高部队实战能力水平。火箭军部队天箭系列演训活动开展八年多来，大多数导弹旅参与过天箭演训任务，发射各型导弹数百发，取得核常导弹部队无预告随机抽点发射、常规导弹五个突击演练等一批战法训法成果，参与全军多场使命课题联训、联合专项训练和军种间互为条件训练，与陆海空军联合完成多种课题联合演练，在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核心能力不断增强。